再嚟，左边左边左边，系啦，波啊，波，哇！你望揽你都唔妙啊，几时射啊咁？瞄你都唔瞄一下，系咪？应该点都瞄一下，系咪啊？咁中锋喺呢度嘛，当我俾咗阿豪你，你唔射。呢度本身有第三个后卫喺度，而呢度应该都会有一个中锋企上嚟高位，系啦，明唔明白？你可以射，可以俾切入嘅 CM， 可以俾我，然后转边，我哋由成功就由强边转咗弱边，后卫呢一度都会走上嚟帮你手，你传唔到俾个中锋，传俾我，我可以传俾 CM， 然后 CM 攞到波嘅时候，我唔系企喺度噶，我要帮佢嘅，我哋就喺呢一度，波冇时间噶啦，就一定系射噶啦。记唔记得有啲咩仪式？记得啲嘢，唔咁烦。简单啲讲，几样嘢。一，阿豪你企中间先。第一个任务就系俾咗四十五度嘅后卫之后，无论佢系得分后卫或者小前锋都好，你俾咗佢之后咧，你顺住波嘅去势切入，系啦。另外一边嘅球员咧，就会走过嚟呢度帮波嘅。好啦，佢俾到波嘅时候四十五度咧，系可以即刻俾到阿豪去整一个三分，射一个三分嘅，啱唔啱？呢个已经第一个机会。你系咪已经好直接？唔系离开咗个波啊？你嚟咗呢一度。嗯。因为咧就系你要改变第一个意识，就系俾波之后吸去另一边。呢啲三人赛嘅意识嚟，我哋反挡。全场比赛先吸嚟呢度，我觉得会比较有利。俾唔到佢唔紧要啊，你可以俾我，因为我会有低位球员嚟呢度。低位球员，阿 CM 俾咗低位球员之后，波交叉，明唔明白？走入嚟，系我可以俾你。停，点解啊？点解啊？知唔知点解啊？点解？系啊，睇唔睇得出？因为我虽然今日冇防守者喺度，但你睇唔睇得出？点解你接到波？因为二三。最右手边的后卫 mark 咗 CM， 中锋 mark 我，你咪有位咯。如果唔系你呢个交叉嘅时候，二三嘅后卫 mark 我，中锋 mark 呢度，你系咪冇位？佢咪射咗咯？佢边个 mark 佢？明唔明？所以俾底线系必须要交叉。你记住呢度系有个人嘅，记住，大家记住，我呢度有个人嘅时候走咗过去。我本身仲会有一个后卫喺呢度噶嘛，啱唔啱？呢度一个，呢度亦都会有一个高位嘅球员喺呢度。啊，喺呢度升，系远少少，唔好走嚟呢个位。系，你可以留喺嗰度，系好好嘅。因为如果二
二三個後衛走上嚟 mark 我嘅話咧，你直接籃底空曬嘅可以，係你就有一個好容易嘅籃下射波，啱唔啱？個波轉咗過嚟之後，呢度要有一個技巧嘅，呢、這個技巧就係接波、波、跳步、拍一步，用你最快嘅速度轉邊。看不看到我一个运球来到这里，然后给你认真讲的一个后卫必须要具备这个快速转线的技巧。看多次个步伐，波波左手跳步推一步传一秒内。你要由嗰度转咗嚟呢度，然后你就可以有机会射波。你射唔到，我射到，明唔明？其实打完噶啦，廿四秒，界走第一个走位意识，俾波走对面。你永远都只有你三个人接波咁样，你哋永远都唔会尝试俾底线，清唔清楚？试下走一次好冇？好冇？准备，我走晒两个位。系，虽然得三个人，我哋都试下走一走呢个基本嘅走位意识啊。嚟 ，go， 听，走，你记住打 form 第一件事，唔好黐住条三分线。你而家系咪做紧后卫？你系咪做紧控球后卫？系啊。你要组织，例如你嗌咩啊？嗌个 form 嘅名。嗌啊。个 form。你作嘅啫嘛，你控球。咁你可以咁嘅，啊啊系系啊，系好多都系噶。你打科唔一定嗌名噶嘛，头啦、心口啦、衫啦，系咪？好多啲手势你唔一定嗌嘅，因为有时你若果有一日豪哥你打到 NBA 听唔到你把声，所以你要点啊？做手势咯，得唔得？好，准备试下啦。好啦，就呢个啦。系啊。系啦，停，俾少少嘅节奏。节奏系咩咧？你一俾，例如我真系示范一次啊。OK， 好嚟，睇住睇住呢边，呢边呢边，波，有少少节奏嘅。例如一个假动作，直冲喺切入嘅时候，你系快嘅，走出嚟系慢嘅。点解？你成日都好均速嘅打波。点解？点解？即系我啊？系点解？点解要切入嗰时特别快？因为有人呃你噶嘛？系咪有人呃你啊？系啊！你快，佢会唔会扯走呢个防守者啊？佢惊，佢惊咪缩咯。哦，啱唔啱啊 ？High post 咪会空咯。你慢嘅太假啦，系嘛？系人都知道你唔系想上篮啦。再嚟，左边，左边，左边。系啦，波啊，波，哇！你望揽你都唔瞄啊，几件事啊咁，瞄你都唔瞄一下，系咪？应该点都瞄一下，系咪啊？你点会唔瞄你？
我諗你直接射咗。豪哥，所以你都去翻嗰個位置做球證。你打籃球，大家記住嗱呢樣嘢，我都成日提我啲學生嘅，尤其中學生，進攻嘅意識係喺你嘅動作之前要有，即係你接波之前已經有進攻意識。你去到嗰個位置，諗法都冇，呢一世都只能做一個有呢一世都只能做一個唔射嘅男人。有啊。点乜讲咧？因为镜头啊，所以先俾啲。唔使你唔好立，唔好讲呢啲，你唔好讲呢啲，你望你都唔望，你望你都冇望过，你同我讲话因为镜头，系咪？嗱，我哋嗱最后一样嘢，提下豪，记住呢、這个亦都系大部分人最大一个问题就系咧，走 form 咧，完成咗个 form 有几多分？好，咁几时射？Form 是一個共同意識，共同意識是什麼？就是你四個隊友連埋你，我大家清楚大家在哪裡會在哪裡接球，共同意識而已，但是進攻意識是獨立存在在你的腦裡，你有多大的進攻意識，明唔明白？我經常跟人說，我這裡射得入猜什麼 Form 呢？要入球而已嘛，明唔明白？我哋系要喺个 form 喺你嘅走位意识入面揾到你嘅得分机会，唔系射波机会，系得分机会，要攞分。你唔一定射，你唔一定铲，你可以令队友攞到分，都系进攻意识，得唔得？清唔清楚？希望迟啲可以制作多啲呢啲走位的意識给大家看，我都覺得这類型的教學片用影片去做會更加清楚過在比賽那裡告訴大家。今天學不學到東西？要做一個什麼射波的男人，是不是不可以做一個不曉射的男人？ OK， 好，今天完。